当时其实没怎么想，就是因为钱太少才进去的。最近还有整蛊谁吗？最近整蛊的就是我自己，是我自己本人。让我们看看王俊凯是如何整蛊自己的。大家好，现在是9月21日，我的工作人员们突然的消失了，我知道他们肯定是在帮我准备生日的惊喜，我今天就是想一个不一样的方式去整蛊他们。为什么了？你们在演戏。